上面这个舞蹈奔放之余又有一丝飘逸，而且还很俏皮，非常活泼，然后很俏皮，这老板也很开心，很可爱，表现那种很开心的那种。对对对，丰收啊，这个时候丰收的时候，对对对，特别特别的不容易。杨老师他们还有个人秀吗？